做地产一定会遇到的九种顾客。神话一个赛博都是不要。哎，Mr. Lim，哎，Mr. Lim，像你熟不熟悉这一区的嘞？关于这个 PJ 达曼莎拉这一个地带了，可以哦。像你是要来投资还是自住的投嘞？资。风水师分手一秒死啊！呢度就系我哋厨房嘅位置啦。根据呢个风水学嘅第29章节有提过咧，呢、这个 island 嘅呢个洗手盘咧，系唔可以对住对面呢个煮嘢用嘅呢个灶头嘅，因为咁嘅情况咧会导致家庭咧陷入一个水火不容嘅状态嘅。哦，呢度向边度噶？向日葵啊！东北，Mr. Lee，你睇呢度绝对好风水。而家打开呢个 balcony door，你就睇到有山又有瀑布。正所谓要山要水好风水，系咪先？飞呀飞呀！根据风水学嘅67章节又讲啦吓，开门见山啊，全部风水会俾呢个山挡住，吸收唔到我哋所谓嘅日月精华。查实我都计到啲嘢喎，系你算到啲咩咧？你有血光之灾喎，吓？哎呀，我想铁彩哥，干嘛铁彩哥？这司令几高啊？啊，Mr. Wong，如果没有包那个 Blaster 司令的话，我们大概有10尺高啊，这里9尺吧哦，顶我啊，哇 ，kid 哎呦！哈，这卡巴没有 speed ram 啊？哇，好麻烦的哦。我知道了，用 architect 来的吗？怎么用这种地板呢？很难 maintain 的哦。这些，你听我讲，我做 architect 吗？我知道了，这活动用这样薄都可以 approve 啊，你们不稳呢？你听我讲，我 architect 来的吗？我知道了这，做 T build 专选没有的单位，哈哈哈。OK， 所以这是我们剩下的单位啊。其实现在还有很多选择，说除了这个。哎这个18楼8号我很想要嘞，都偏偏没有的。如果有，我一定给你买啊！啊，记得开要通知我啊，记得啊。OK OK， Hello Jason 啊，对，你那个18楼18号现在开了哦，你要现在我帮你 booking 吗？你需要两？哦，不得空哦，因为我猫生病了哦。哦，你猫生病了啊，所以你就啊，不用紧不用紧 ，OK OK OK， 拜拜拜拜。哦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是我们的最新的项目哦，就位于邦沙嫂。哎，你想按那个 skip ads 的 button 呢？还不给我做到你一窝？这是一个真正走路就到 Nexus 邦沙嫂的邦沙嫂项目，交通非常方便 ，LRT 什么都有啊。重点是区区400千的价格左右，你可以买到这样大港的项目。哎，你流汗了，没有办法。太 hot 了，这项目有没有 dual key？ 肯定有，不然我都不会讲。虽然我不是科学家，但听起来还是很不错，对吧？以我在房地产打滚有30年的经验来讲呢，目前是第二年，这个 project 是绝对的扛头，非常值得投资的优质项目。赶紧点击以上或者以下链接，我带你看房。OK OK OK， 到最后不 OK。OK Brian， 所以我们这个单位呢是900方尺，3个房间，2个厕所。OK。好，可以，free 2个卡巴，哦、oh, ，OK， 可以，可以，还送香蕉哦，哦、oh, ，OK，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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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OK 啊？这样你要 booking 吗？我考虑一下。收费完可以吗？不收费。Hey Miss Lim， 哈，你好，我讲明显啊，我是来 survey 罢了啊，我 survey 过很多地方了哦。有个泵哦 ，PJ 达曼莎啦 ，Clan 哦 ，Bukit Raja 新跟邦安西巴达林啦 ，Thailand 哦 ，Australia 哦。失踪人士打没水磨难。Hello Steven 啊，哦、oh, ，你还有5分钟就到了啊。OK OK， 我在那个 Seven Eleven 那边等你啊。OK OK， 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没空调你，请留下你的遗言。已经他更像一点了。OK， 所以我们这个 project 是这样子的。OK， 这个 rebate 8%，对不对？啊哈。对，到边边是给2%吧，对吗？所以保守估计是16000左右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现在就是 interest 现在是3.45%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我知道了。所以你要 booking 吗？我回去跟我家人商量先。活在20年前的人类天性。全部 condo 来了。我本身比较 prefer landed 啦，哦，你 prefer landed 啦 ，OK， 没问题，你给我知道一下大概你的 budget 去到多少，还有你想要找哪个 area 这样子哦。这次有肉吃了。就不要圆，什么耶，嘎江耶就不要咯，我要 KL 跟 PJ 这个 area。哇，正啊，这次。因为自己住的关系，我 budget 可以要比较高一点啊，大概300千左右。
该容易找对吗？看你的。买钻石富得样就不会迷路，世上刷图老师教你怎么样做 complex love。 我们要买钻石富，但必须一步一步。